做個 presentation 好冇？好啊。有問姐姐，以前嘅同朱茵姐姐都喺呢個位置間彈咗我做戲嘅。係啊，其實咧我都好中意做戲㗎。如果下次有，不如你叫埋我啊。好啊，我帶你睇下呢啲海報啊。我走先啦，拜拜。因为咧，我头先要帮我细妹洗埋身咧，我先可以出门口啊。因为我妈咪咧要翻工啊。唔紧要啦，系我冇事嘅。嗱，我带你嚟呢度第一站咧就是、香港文化中心。我爹哋妈咪都喺度结婚噶，我中意呢度嘅。呢张我哋影香港特色、香港嘅历史喎。我常识方面 slam 话，香港系中西文化混合嘅城市。我睇過西方嘅陰謀會，又睇過東方嘅懷舊演唱會，同埋阿 Miss Lam 話歷史係唔可以冇文化噶。不過蓉蓉，我哋而家係講香港印象，我哋香港人喎。係啊 ，Miss Lam 又話而家世界係地球村啊，我哋地球人先啱。老師成日叫我哋保護地球，支持環保，因為地球爸爸病咗啦。嗯，係啦，病啦，病啦，影相啦。记得我爸爸成日在生嘅时候都同我讲，英国留俾香港最好嘅嘢就系法治，
所以我覺得立法會好代表到香港噶。但立法會大樓都搬咗啦，雖然就搬咗，但我都係覺得呢個好啲。嗯，冇錯啊，我覺得好有懷舊嘅氣息，所以好代表到香港噶。神病院嚟噶，跟住喺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時，仲做埋日軍殺人嘅刑場啊！所以咧，呢度死過好多人，仲好猛鬼咩啊！我都唔驚。阿先生，先生幫我哋影張相啊！好啊。不如我哋唔該先生先啦，唔該先生，冇人嘅，有佢，佢都落嚟啊！你哋都做得好好喎，你嘅選擇咧都有自己嘅理由。咁但係咧，我哋今次呢個比賽係以小組形式進行噶，咁所以我諗你哋要傾下，然後揀一輯你哋覺得最好嘅代表作啦。我覺得文化中心好啲，你哋睇下呢個設計拱形喎，嚇！真係有代表性嘅鐘樓喎、啊！我覺得立法會好啲，有代表性。你睇下，喂，但係高階鬼屋有 feel 啊 ！Sorry， 一於揀佢啦。高階鬼屋啊，你睇咗先啦。咁係影得幾好喎、啊！咁，依家我哋投票啦。蓉蓉，翻過嚟先啦。嗱，如果我哋意見出現分歧嘅時候咧，咁就應該大家討論一下。了解一下大家的想法，咁不如我哋而家投票啦，好冇？嗱，我哋少數服從多數，咁咧我係導師啦，我就做證人啦嚇，你哋就每人投一票，咁但係就唔可以投自己嘅。開票了喎！鬼屋有兩票，文化中心就有一票喎、啊。都好，有一票。其實我都好中意文化中心噶。我一個理想係咩啊？就係畢咗業之後可以喺西九文化區度表演。記得請我睇首演喎、啊欸。我哋都去。高街鬼屋喺四十年代嘅時候係一間精神病院嚟嘅。喺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嘅期間，呢度被用作為一個刑場。在2001年，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將這裡發展成社區綜合服務中心啦。今天我們這個 presentation 就完咗啦，拜拜。我們不要用拜拜做 ending， 因為這個 presentation 我們要 formal 少少嘅。我們一二三鞠躬好唔好 ？OK， 一二三。